一位小和尚在庙里修行。讨厌，老是叫我扫地。啊！真烦呢，椅子脏了也要我擦。打扫完还要洗衣服。怎么啦？你为什么边做边念呢？哼，师父老是要我打扫环境，害我都没有时间休息。哦，像你这样埋怨东埋怨西的，还谈什么修行呢？嗯，哦，不如先静下心来，好好的把事情做完吧。